做了一份大盘鸡，有鸡肉啊。对，咱们这个大盘鸡不正宗啊，辣椒什么都没有。不用扣上啊。天宝，俺小得都扣上哈、啊。妈妈，我想吃肉了。好，弄两个小的行吗？妈妈，我要弄两个大的。弄两个大的。好吃吗？妈妈，这真的好吃。做的真好吃。有不好吃的吗？有不好吃的吗？有啊。哪个不好吃？咸菜。咸菜不好吃。吃吧吃吧。你往里送了就扣了，我动不过来。你为什么没有扣？哦，咱你长大以后好好耍嘴了，现在动不光硬耍。爸爸妈。送了就扣了，一定要耍完。我吃孩子。
夹了。好了，就你那双有扣了，你忘了吗？这个双没有扣。哦，没有，找耍着呢，爸爸在这耍，去吧，给妈妈把棍子捉的时候去吧。